黑球旁边又有一颗红球，这杆球我看一下，Patrick，要不要进攻？要进攻的话要发力才能出得去啊。又是沉底，嚯，打的还是真的是比较小心啊。打 Jack 也行，打 Jack 我往这边来走也可以。他选择的薄最右边这个啊边库这样来走，放到袋口去。这个就是没有压迫性的一杆防守啊，对手就很好打。新赛季开始了，没错。现在还不知道啊，这个局面，这两个球有没有形成这个组合啊？就这样子能不能打进？他来看啊。因为是带着防守的。只要力量足就行了，别薄的太，力量轻了就会留袋口啊，这种球。力量还够，就怕打不进的时候会留袋口。这杆球的质量很高，母球现在基本上好像没有线路可以回得去了。这杆球不好打，要打到这个超级薄球的位置，有可能会碰到旁边的红球啊，这个是有风险的。超级薄球，运气啊，这是有运气啊，所以赵新彤也是非常礼貌的，向对手摆摆手，这个示意。这不是我的本意啊，但是是我的计划。球杆还没有抽啊。欢迎我们的守护东方无敌回到直播间。打进之后，还是发力有点虚啊，没动。这样的话，粉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，有点难度啊，这球。好球，漂亮！帕特里克可以啊。现在你看啊，我们这个赵新彤的粉丝嘛，已经安排上了拿哪个比赛拿冠军，哪个比赛拿亚军，咱千万不要这样，欣赏他的一个比赛就行了，支持他，任何一个比赛都去努力夺冠，努力争冠啊。但是至于任何结果成绩啊，我们都得要能去接受。你期望值摆得太高的时候，你到时候就会。反而是害了运动员。抽奖就是上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参与就行了，现在还没有啊。
环球的角度还行，现在这个局面还没有打开啊。粉球还行，粉球好像是右边的底带，应该是有下球的。那么黑球这边先不理他，直接来连接这一颗，好球。哎呀，有点后斯诺了，那还是先去叫蓝球。哦，选择打这颗的话，就只可以直接来叫粉球，高杆一库。哦，连接了这杆球，就母球离皮头离母球，母球和目标球的距离太近，连接的效果。这位朋友问赵新彤有没有可能突破到前四？他现在已经是排在第六位了，怎么没有可能呢？赵新彤还是非常的绅士啊，主动承认自己的这杆控制出了一点点问题，其实是很细微的啊，这只有打的运动员手上才有感觉，裁判也没有判断出来，对手也没有表示，主动就承认。连击犯规，对，连击就是碰到两次母球，击到球之后，母球离目标球。太近啊，停了，但是杆头还在往前走，又碰了一次。像赵新彤刚才那一次，我都没有看得出来他有连击啊，只有包括声音，击球的声音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他感觉有点争议啊，所以啊，干脆啊，主动承认吧。这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还是这个品质还是挺好。严敏涛5-2，好球。等，接下来这边，对，怪可爱的。傅家俊说对希金斯的一场球啊，他在解球的时候解了一个超级的薄边，傅家俊觉得没解到，然后裁判就说解到了，傅家俊说我没解到。所以这些啊，反而是就给那个球迷啊带来很好的示范啊。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光明正大的赢比赛。咱不谈那个丁俊晖的世界排名好不好？不然的话就又给小辉招喷。39吧，好像。14。丁俊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。现在说心里话，就是这个疫情啊，这几年的疫情对于大家的这些运动员的影响也是很大啊，出行很不方便。像你要知道，对于这些英国的，像丁俊晖已经是结婚生子了，所以他们去的英国再回来是极不方便的，所以有时候回到国内的时候，
就跟自己的家人相处，跟自己的小孩相处，真的是知道一去英国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小孩了，所以大家都不多包容啊，多理解一下。欢迎8号当铺啊，来到直播间。现在的比分，Patrick，但是还是不是很舒服啊。包括这一杆啊，这杆球是向下的角度，就不太好，黑球不太好连，所以这杆球是一个打进问题不大啊，但是连接上是要考验的。连接上出了问题啊，这个粉球难度比较大，无论是从进球到连接都是难度比较大，他要走两库才行啊，两库这样来走才行。哇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走到了，虽然是留了个反角，但是是已经走到了。斯诺克本泽马打得不错啊，真的打得不错。刚才那一杆球能够续上，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42。所以你可见啊，这个斯诺克比赛真不容易啊。现在排名都一些业余选手啊，都是叫篮球吧，粉球未必叫得到，这个角度太大了。哇，刹车啊，还叫到了粉球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不错45分打进51分，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。他这个节奏啊，慢悠悠的啊。49。50。对，很专注。哎，这杆球可以考虑，这个只是超了1分而已啊，他没有打进黑球。52台面51，这肯定得。要努力一下。忘。这杆的连接还是挺难的啊，带口球挺难的。哇，赵欣桐避开了带角，叫到了这一颗，最后一个红球可以考虑来做防守啊。母球在什么地方有利于防守？选择还是挺多啊，因为现在所有的彩球都在点位上边啊。把母球控在黑球点位也可以，往上边走也可以啊。黑球这个下方啊也是可以的。哎，力量大了，这个杆法选择不对。他需要带一点点左边的旋转，他是直接打分离角，直接打分离角，带点左塞的话就要可以这样来走。欢迎殷小聪回到直播间，我的守护。
又是一个机会，能打得到这边的话，还是啊，来走这边，或者是薄球走折线也行，他走的是折线，但是又打得太薄了，信号暂时有点卡顿。选择了右 side 的一库勾走之后，赵鑫同，看他怎么选啊？要不要选择这个开球的线路？他选择勾走，这样做不到斯诺克啊。这选择效果来看不太好。哦，很好的做斯诺克的机会了，这个啊，这个真的是最好的，就留在这个咖啡球正上方就行了啊。这个两库之后，最好是控制往最下边来走啊，就控目标球就行了吧。哎，他是想干嘛？不用这样走吧，不用这样走吧，不好。不用这样走啊，直接抓目标球就行了啊！这个球就定在这边，正好他的一个分离角是向着下边来走的这个角度。反而是 Patrick 先做了一杆斯诺克，赵鑫同刚才那一杆球的一个选择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刚才呢，正好是四颗四星连珠啊，就是它可以遮挡的一个面是很大的啊，只要控好母球，目标球的角度也合适。哎，这杆解的不错。没事啊，现在不是还，咱还领先了呢。刷带，这么不小心吗？难道？哎呀，哈哈，好遗憾啊！哈哈，哎呀，一下没有搂住啊！一库来勾吧，可别进啊！嗨，呵呵，这个嘴，35，至少也得打个篮球会好一点啊。咖啡球的话差4分，31对27。当然他比较准啊。准度没问题，还是一杆斯诺克，31分啊！但是即便你是用做一杆斯诺克，还是赢分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这个看一下赵鑫同怎么选择，先打进。这是一杆超级的薄球，然后边库往这边来啊，力量。合适吗？哎，这个好，看一下黑球和粉球能否合作来做这杆斯诺克，就是黑球挡住左边，粉球挡住右边，这样合作就能够形成斯诺克的效果。不好说啊，这个。哎，要扎杆吗？要扎杆吗？会不会？哎。没事啊，白 A 了。
这个球还是来做吧，还是来做吧。好球，力量轻点就够了。又是差了一点，我不应该说轻点，应该力量稍微重点就够了啊。啊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你们这些人看比赛太难了，太难给你们解说比赛了。啊，这个球呢，可以先控制一下目标球啊，就是一库之后就往这下边来，好不好？打薄一些。哎，哎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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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还是多了一点啊。但是无所谓啊，他一库可以勾得到，最主要是没加右侧啊，加的右侧母球放到咖啡球那边去，那就漂亮了。摔带，摔带，摔带啦，差了一点。哦，你要看什么呀？好遗憾啊！黑球底，黑球底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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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有了啊！这画这个黑球底画了我好几杆了啊！换了好几杆了，都没成功，圆珠笔都没有墨了啊！他是想这样子来解啊，打到这个位置就能解得到。有了，嗯，我不应该给他画线是吧？都怪我。这杆球走这边行不行？他想直接走的话还不容易。哎，薄了啊，打得太薄了。粉球有没有坐上？好了，不累不累不累啊。这种解球是聋子打耳朵。这虽然是斯诺克，但是跟假的没区别啊。没用的，这个是力量啊，轻轻的划到这边来做一杆，行不行？这样来做也好。坐上没有？好像是有遮挡到吧？不知道。要一点点的扎杆吧，估计。这杆球不太好做，要抬高立起杆尾这样来打，干脆叫篮球也行啊。如果不做咖啡球的斯诺克，因为咖啡球你打进的话，用篮球做直接一杆就可以，就可以反超比分啊。现在即便你做了一杆斯诺克，对方解不到也是零分。看一下赵新彤的选择，是直接打进咖啡还是怎么样？对，直接打咖啡。没问题啊，这个选择是合理的，但叫这个球，嗯，少走一颗球位，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自然的90度分离角。现在的话呢，也能走这条线，但是这个篮球就会打到那不行，篮球就很难控了，要很发很大的力量。要不打这边吧？哎。还是走这条线吗？哦，没走好啊。小心枪他手。要角度大一点，刚才那个角度小了，就太直了。你母球走到这边的时候呢，那个篮球啊，几库之后就可能回到这边来啊，所以
并没有那么悬了。碰到粉球，哦，他也没有选择多库的，他选择空一下。你说这个球，哇，帕特里克真稳啊，没选择去保球，他选择直接来控母球。斯诺克呢，难度确实是越来越大，但是呢，只需要做一杆就可以反超比分，所以。帕特里克的压力啊也不小。看一下母球的位置，后斯诺，不求斯诺克了，来个后斯诺也行。不好，手架不好。哦。这样的话，2-3。祝台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来我的直播间啊，跟主播一起互动聊球。我的直播间号码39216八，划线百家直播间。没有啊，那个赵新彤今天的防守还好啊，就是说没有那么精妙啊，但是这个东西循序渐进的啊。斯诺克任何体育项目啊，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，都需要积累，慢慢的去成长。你像赵新彤啊，闫炳涛这些年轻小将。如果一下来啊，他就像希金斯一样老道了，你会觉得哇，对吧？就没有年轻人那种冲劲儿了。这个就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一个精彩，抱着欣赏的一个态度去就行了。挺好的。我们预报一下，在今天晚上的9点半钟啊，咱们的傅家俊，中国香港的傅家俊啊，以前叫神奇小子，现在叫神奇老爷了。1978年出生的傅家俊，是中国啊，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啊，能够在世界前16的选手，然后。后边丁俊晖去到那边，去了英国之后啊，才跟傅家俊啊共同征战。因为前几个赛季，前一两个赛两三个赛季呢，是傅家俊他的眼睛做了手术，还有呢，就是因为疫情啊，他都就是有一两个两三个赛季没打球。这赛季复出了，我们观看一下今天在9点半他的一个状态怎么样。到时候我们划线百家直播间呢，也会为大家解说啊。因为在，虎牙呢是有很多啊直播间，我们在主舞台呢是主播是轮流上主舞台的，所以如果喜欢我的解说啊，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，直播间号码是39216八，点个订阅，到时候可以找得到咱们的直播间啊。对，他的对手是吉尔伯特啊，吉尔伯特是挺难打的啊，世界前16的一个水平。
Patrick 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上手机会。这球好像比较直哎，高杆蹬一库能不能走到这边来？实在不行就两库啊，高杆两库也行，一库还行，非常到位啊。这个球形真是147的球形。这样的话留了一个略微向上的角度，会带一下这个红球啊，中低杆会带一下这个红球。这杆球杆法高了一点，所以带的那个力度就重了，形成了大角度，需要一个向上的过渡啊，可以去叫绿球都行，我感觉去叫绿球去过渡都行。哎，这个力控得很好，叫到了蓝球，力量大一点就是绿球。你看 Patrick 他的一个刹车球打得很好，像这种球，如果是赵新桐打的话，可能会力量会大一些。能叫到吗？粉球有没有挡住？粉球挡住就去打中带。这。换地图。这杆球架杆，粉球刚好。离库边比较近，问题不大。对啊，这是直播的比赛啊，这是直播的比赛。29。还是得看这个接下来，就是下一杆的炸球的效果，它的发力。能不能叫一个这样的角度？直接推的话，那估计比较难控。就纯 stun 一库可能会叫得更好一些。哎，这是要推呀，推的话，那可能，哇，这是要推呀。感觉他是你要推的话，母球的位置也不到位的，这个就，它还是发力的问题啊。这种传统的发力就是虚。忘。母球现在在这个位置，这颗球有没有单下不知道。
如果是在这边的话，有单下的话就直接来叫，就不用来。哦，他选择瞄的是高杆，叫发力一库来带球了。带球的效果看看怎么样，好像貌似不错，中带有连接，没问题。中高杆一库也行，直接来这边。stun 过去行不行啊？他好像瞄的是 stun 啊，直接了发力来带啊，冒险了吧？中带有没有？16. 这其实我在解说的时候是有点带入自己是那个打球那个角色，所以有些时候就，哼，就那个声音有点失控啊，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没办法啊，做一个防守，哎呦，这个是否有缝隙啊？他停不？是不是贴球？贴球还好，不贴球的话，这个球有可能是有薄的啊。不停吧。贴球，贴球，Patrick 可以两库打上去。声音发力不够通透是吧？就那个球，你差一点点的话，就坐上自己斯诺克了。这是开球的线路加右边的旋转啊，开球的线路，好球！哇，右side多一点的话就犯规了。哦，犯规了，这也是非常绅士啊，主动承认，我碰那红球了。那个赵欣彤说：“好，你来，谢谢啊。”斯诺克本泽马，这是沉底吗？要不要沉底？选择直接来进攻啊，而且漏到袋口啊。然后顺便说一声啊，生日快乐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请笑纳。薄球，但是很难控啊，这个，这很难控啊，确实很难控。没控好，这个架杆必须要使用了啊！哪怕你打防守，你也得使用。好球。高杆顶一下红球叫黑球啊，顶一下好疼啊！这球打进了，那就基本上这一盘都没什么问题了。这杆球的失误真比较牙疼。
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这杆球很漂亮。直接走这边也行，或者是低杆来顶一下这边行不行？他应该是就是来走这边了。嗯，不过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而已。欢迎王维嘉回到直播间，太久没见了，估计王维嘉的牌子都掉没了吧？哦，距离比较远，Coffee 结 cat。果，呵呵，这谢谢啊，好遗憾啊，这球没打进，嘿嘿嘿，高杆两库了，接黑球。接黑球，林志飞飞，欢迎回到直播间。先赢下比赛再说，关于嘴脸的事啊，咱们以后再讨论。力量大了，力量大了，黄球，这个球有没有单线？现在不知道。嗯，不太好，不太舒服，感觉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先叫，先，不知道这有没有啊？那就先交这颗了，这可不简单啊！这球，这有吗？哦，有，那就是杆法刚才高了啊，就这么个向上的角度了。14。还是打得有点别扭啊，打得不是很顺。这是直接来带一下，他选择了高杆，直接来叫这下边的啊。高杆之间的叫这下边的，嗯，赵新桐有个弱点呢，就是他不能使用这个右手啊，他不懂得使用右手，就单手的，所以这种球架杆控球来说就没那么精细啊。哎，为了打我脸啊，这个球叫得不错。正好的角度啊，来 K 一下。嗯，啊，恭喜赵青铜打脸成功啊！本泽马很不开心啊。正自然的角度，中高杆一库。这样的脸疼没问题啊，呵呵，没问题。这一杆逆转，咱们就2980的球杆走起，行不行？没问题啊。2980，祝他的朋友们，我们现在上电视啊，抽取价值2988的手工啊，球杆。
黑胡桃木的插画啊。嗯，Seven Frank，非常的漂亮。四比二了啊，四比二就跟3-3是天壤之别，拿到赛点，很好啊。我来到群里边通知一下大家。哦，尼亚罗伯判啊，那个卡爷牌了，待会儿啊，待会儿给你卡爷牌，先通知大家。嗯，开球的质量不错，哎，力量大一点点，NA 就是没有排名。又是沉底。打薄了这根球，嗯，对手上手了。大家抽奖的同时啊，可以送1314，就可以卡爷牌啊，顺便帮你卡爷牌进我们的高级群。刚才那位送1314的尼亚罗伯判啊，可以加我的微信，然后回头我把你加到我们的高级群里边去。这杆球没叫到啊，力量轻了，本来想叫这颗。这是本赛季我们送出的第一根价值2980的球杆啊，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，检测一下自己的一个运气怎么样。嗯，怒砍6分啊，结束了这次机会。
哦，打得比较松散，这杆球有压迫性，母球的位置控得很好，这杆球漂亮，这杆球质量很高，赵新彤两次点击这个台面啊，也是对对手的一个肯定。很难解了，没有什么机会，防守都挺难的。直接来进攻，貌似漏了吧？这颗球不知道有没有单下，会不会受到这个红球的影响？哎，这好像是相互影响吧？这真的是，如果没有下球的话，那真的是好遗憾啊！嘿嘿，这个。这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球还真的只能去做防守了，往这边来吧。哎，避开绿球走到这边来，也很好，也很好，也是封住了这边的那个右边的啊，还是非常高质量的一杆防守。无竹核桃你，无竹核桃你是有野牌的吧？哎，不错。现在抽奖的时间剩下最后的一分半钟啊，刚才没有参与的朋友，赶快行动。留下了一个进攻机会，但是这个分离角是向的右边的，很难控，很难控，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啊，没打进。控的线路还不错，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给赵新通。在此，我们感谢啊这位国际友人，来自苏格兰的斯诺克本泽马。哦，抽球杆来的无竹核桃，对我、哦、你有的，我就记得有野牌的。哇，精细的控制直接啊叫到黑球。Seven 说最近想换球杆，那就这个偷塔时间剩下半分钟，赶快啊！看一下花落谁家。祝他的朋友啊，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的直播间号码是392168，大家可以点一下划线百家按钮啊，直接跳转过来。这是直播，没错，这是直播的比赛。无竹核桃，哇，果然送1314还是有效果啊！无竹核桃，呵呵，16. 可以啊！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此刻的心情怎么样？
啊，这好像是没怎么叫到啊，这个球，不会吧？这球，冷静啊，赵公子，这很难啊，这球。哇，我格局小了，这都能打进，太厉害了。这厉害啊！就赵欣桐，就是有时候走的不到位的时候，他来这么一杆不讲理的啊，这个效果就很好。对手在那边翘首期盼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的时候，就无情的，然后把他的希望就浇灭。其实 Patrick 今天打的是真的不错啊。这一杆有点后斯诺，要小心。错啊！替我。这一杆有点后斯诺，要小心。那感谢白大爷，你给个机会，我感谢你吗？好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球还是可以直接来叫黑球啊，四蹬，一个刹车，留个向上的角度也可以啊，留个向上的角度，再进来。略微有点偏直啊，有没有这个角度啊？低杆吧，这个角度太直了，低，因为他是左手啊，打这个没有很顺手，但这个球也走的也太别扭了吧，46。这得要走两库来。来起来了，哦，他选择了低杆直接来走，抬高杆尾来打的。现在是47，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朋友们，这边的比赛估计马上要结束了。咋开守护啊？咋开守护？很简单，你点击这个直播间的时候，它就有个守护的提示的。嗯，好球，好球。61。62。56打进63，这个角度有点偏直了啊。高杆两库发力，高杆两库，就这颗球还是有单下。力量轻了一点点，69。打进就可以超分拿下比赛赛点。哎呀，这个塔的刚超分啊，现在这个黑球又失位了。谢谢乌珠核桃啊，开守护。防守吧，防守吧，不急啊，这。嗯，小心装 Sam。贴个库啊，挺好。对啊，直接点守护就能开，前提你是要有足够的这个币啊。碰到绿球，看一下有没有漏，继续走，没了啊。哦，结束了，哎呀，是，真帅，结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比较。